恭喜晒蔡少芬同张晋嘅女女喺5月11号顺利出世，而啱啱做咗老豆嘅张晋就喺微博度公告喜讯，以开心还是开心嚟形容心情。佢指 Ada 生产顺利平安，小女儿可爱健康，令佢哋都非常感恩，亦都好感谢大家一直以嚟嘅关心。